欢迎光临我们家。我给王毅画的特别的容易懂，你承认吗？做饭、吃饭啊，吃饭。你看，睡觉占的比吃饭大，因为你更喜欢睡觉。然后呢，你比睡觉更喜欢的是想穿搭，你可以不睡觉想买衣服。我也是。然后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工作我是指的是舞台那种。就是跟这个比这个穿搭差不多比例，比这穿搭稍微少一点，因为你想穿搭的时候想的更多。然后还一小部分，也不是一小部分，一部分跟这个吃饭是一样的比例，是今天帅自己帅不帅。还有一小部分是跟周氏一起玩。还有一个是心情不好勿扰。这个穿搭的这一部分可以画小一点，因为而且是可以跟工作拼一起的，因为我要想穿搭就是因为工作才想。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，我知道呀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两个东西占的比例都很大，还好吧，区分开来一起的。而且跟你怎么就这么一小块，跟你应该是放在睡觉这里，这主要是画到后面分不了了。好吧，但而且这个好吧，其实差不多，对吧？你看你自己画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给你画的就是我脑子里面，这是你自己？对，这是我自己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我脑子里每天都想很多乱七八糟的，一圈一圈的。那就跟我想的这个勿扰、心情不好是差不多。但是我这个心情不好和勿扰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大，这就是我的心情。就比如说，每天都是不想活了，好伤心、愤怒、开心、平静，然后想着我们的房子，然后又很愤怒，然后和你还有丢丢呆呆，然后你也叫 AA。 为什么叫 AA？ 因为你不叫我 AA 吗？我是那个 A。 我以为是那个 A。 好了，到我说了。就是我后来说的你。平静、困、丢丢呆呆我，然后散粉。散粉是什么？你昨天不是说你脑子里面都在想散粉？因为我简直想起来，因为散粉用完了，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看散粉，怎么脑子里还占一块散粉？就是散粉，然后化妆镜，就是化妆敷面膜，然后你看我怎么画了好多化妆品，然后火锅，好详细啊！我 S L 的化妆全对，这里还有个眼，你发现眼霜。然后洗澡，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小红书，然后睡觉，然后就没了。你是把我每天干什么都画下来了？对啊，就是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这些。我脑子好简单。对啊，还有房子呢，跟我一样。好了，那你画的这个里面有画自己吗？有啊，我在这里。你怎么没有把自己想画大一点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儿。因为就是我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你是把我生活的所有的东西都画出来了。对啊，好了，我生活好简单啊，这么一看。确实不会在意说他的脑子里部分大不大吗？那肯定。我觉得他肯定没想着这些东西。对，这个我画的时候没想到，但是他区分了。对，但是我是这样区分的，因为我先把最大的比例给画出来，画到最后画小了，就会发现不够了。先把这个最大的比例分给对方呢？对呀，因为你睡觉的时候睡比对方占的时间长多了，因为他一觉可以睡11个小时，11个小时只是因为不得不起床了。如果不用起床的话，你一天可以睡20个小时。造谣！我说躺着的时候，就躺着的时候，是吧？也没有，反正很能睡。我是一个勤快的人，立刻起来打扫卫生。好，我下次把这个睡觉分一点打扫卫生，好吧？然后你这是我自己画的自己，我画的很简单，吃睡你要这样子看，吃睡玩工作，我这么小一块，这画的都跟你说的跟你这个一样，你要是应该给我画到最后不够画了，玩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一点？你熬夜是？因为我当时脑子里满脑子都是吃是最大的，今天总不容确实，差不多吧，那你觉得对方画的准确吗？他画的我挺准确的，他画的我这个也没有很准确吧，不都是你每天要干的事情和你每天想的事情，这是休息日的我。对的。我没怎么写你工作啊，就没写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平时工作占很大一部分。那确实你也没写上，但是我觉得我写特别准确。那我写的是我们两个就是单独的时候脑子里想的，我这个是日常工作状态的，你那个是休息时候的我。确实。那今天前头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收拾行李。好，再见。好。